俗语讲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看。什么款讲理无孝情的人，连爸母也敢教死？少爷乱动地理，惊动蛇精，害家己变戆人。这件命案加上人蛇的混乱，我厝内祸端不断。地下公之时，戆人蛇会带鬼蛇来解结婚。那鬼蛇却是险要害死的长洲查某，长洲女敢要替伊还家呢？三立台湾台二十九频道，拜一到拜五暗时七点半，四川台湾地下公点鬼蛇。